Hello， 大家好，郑中基，郑中基，我话俾你听，我陶姐赚好多钱，我可以签埋你噶。我反而老板啊，老板，我其实就系想咁啊，起嘅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咁首先今日咧就揾咗我嚟颁呢个最佳男配角，今年最佳男配角咧厉害啦。阿霆锋，你唔使咁样望住我，我唔会帮你的。首先大会咧就话叫我嚟讲一讲所有入围嘅朋友。咁首先我讲一讲 Kingo 吓 ，Kingo 其实第一部戏我睇你咧，你估下，我阿爸话俾我听噶，系《同林鸟》，right？ 由黑白片做到荷里活片，啲头发由黑色慢慢变黑，得咗。好啦，講完傾過，講一講，王宇大哥，你知道嗎？現在你聽得懂廣東話嗎？聽得懂，因為我普通話不是那麼靈光，你可以的，他說他香港人去台灣的。當年我看了《獨臂刀》，因為你《獨臂刀》，我就立志成為楊過了。到阿棒哥，棒哥在哪裡？棒哥越來越有型了。當年呢你做蝦仔爹地呢，我就好想做蝦仔的，但是現在只可以做爹地啫。棒哥以一個配角身份做了很多主角，他比羅文更羅文，比徐小鳳更好笑過徐小鳳。好啦，講完呢三位仲有 Pogo 喺邊度？ Pogo 你知唔知呀，佢入圍咁多年呢，逢入圍都攞獎㗎，係爭一年嘅啫，就係刀馬蛋 sorry。 有少少驚添，講佢攞唔到，其實呢佢當年呢就輸咗俾自己嘅電腦正傳㗎。咁所以呢大家小心，我亦都係投你一票㗎，因為你係陶姐 ,ok。霆锋，他们四位阿哥都不够你一个，你一个四哥搞定，刚才他给电话我。他说阿仔，我支持你的，你放心。好了，大家看看入围的名单。